众朋友们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。我在想啊，是不是非要把房子周围全都放上炸药桶才行啊？这包袱大也太多了，万一哪次不小心把我的房子给炸了，那我不是哭都找不着地了吗？给我的公屋修理一下，然后过来看看我们的成果。哎，已经来了很多的野人了，全都睡着了。嘿嘿，去上一边去，现在呢就来驯服野人吧。哎，这咋醒了呢？那很抱歉，你很不幸啊，你不该醒来的，对不起啦。这包袱蛋，你等我驯服完野人呢，我就过来收拾你。哎，这还有一个，嘿，别睡了，醒醒。好了，能驯服的全都驯服完了，我们先回去睡一觉，天亮了我们再过去看看他们。嘿，现在呢，咱们要做一些面包，这是给新加入的成员的礼物。好了，我们看看他们都在干啥。哎呀，这怎么墙角就睡着了？给你吃个好吃的。哎，这个野人叫曼陀罗。哎呀，这不过瞅着咋跟萝莉江这么像呢？不对，这个才像萝莉江。瞅瞅这眼睛，瞅瞅这嘴，再瞅瞅这头发，哇，简直一模一样啊！来，给你点好吃的。啊，你咋这么能吃呢？行了行了，不给你吃了，一会儿都让你给我吃没了。哎，这个是桃子呀，萝莉酱又来了，行吧，就再给你点好吃的。喂喂，你这是干吃饭，你不干活啊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，居然都骗到我头上了，我是那么好骗的吗？哼，哎呀，只是白瞎了我那些面包啊。我看看还有一个叫啥来着，在这儿呢。啊，这个叫莫妮卡。我该给他们准备点武器了，我看看给你们什么呢。哎，这你咋还跳上了呢？就给你能量剑吧，以后你就是大剑士。哎呀，瞅着点啊，怎么还往火堆上走呢？可别给自己烧死了。你就是弓箭手吧，曼陀罗也是弓箭手。好了，现在野人都变成我的助理了，我看这回谁还来敢跟我嘚瑟啊。